景城的西郊有几座荒坟，因为年代久远，坟头几乎快要被夷为平地了。我小的时候曾经路过那里，我家的老仆人施祥指着那片荒坟对我说，少爷，您看见了吧，这里埋葬的就是周氏的后代子孙，只因为周氏做了一件功德事，才使他的后代能够延续三世啊。据施祥说，明朝崇祯末年，河南、山东等省连年遭遇大旱，加上蝗灾肆虐，导致庄稼颗粒无收，灾民们把草根树皮都吃尽了，接着就发展到了人吃人的地步，连官府也没法禁止，许多妇女小孩被反绑双手拉到集市上去贩卖，因此被称为菜人，而屠户们则把这些菜人买了去，像对待猪羊一样将他们任意宰割。当时周氏刚从东昌府做生意回来，来到一家餐馆用餐，点餐后店主人对他说，客官，非常抱歉，小店的肉暂时卖完了，请您稍后，新肉马上就到，一会儿酒菜便齐。这时候周氏忽然看到有人把两名年轻的妇女推搡着带向厨房，接着他听店家喊道，客人已经久等了，还不赶快先卸下一只肘子来。周氏听了大惊，急忙跑进厨房阻止，但为时已晚，只听一声惨叫，一位妇女的胳膊已被活生生的砍下，而人已经倒在血泊中，另一位妇女吓得脸色煞白，瑟瑟发抖。他们看到周氏惨绝哀嚎不已，一个求快死，一个求救命。周氏看到后既惊惧又痛惜，顿生怜悯恻隐之心，当即出资赎下了这两名妇女。那名被砍掉胳膊的妇女因失血过多已无生还希望，于是周氏便请人刺其心脏，以便使她快速死去。另一名妇女则被周氏带回家中，当时刚好周氏年长无子，便收她做了小老婆。一年之后，她便为周氏生了个儿子。儿子出生时，周氏发现他的右臂有一道明显的红线，如此来看，儿子似乎是那断臂女子的转世。后来周氏一脉又传了三代才绝嗣。有人说，周氏命中本来无子，正是因为他做了这件善事，所以才能够延嗣三代呀。